N 加一是为了未来在台湾民众党28，我刚刚有在台上我也说了，28的关键在26，26的关键就在我们现任的台北市议员。我再讲一次，28的关键在26，26的关键在我们现任的台北市议员。所以要如何跟党友保持一定的默契？那不只是 N 加一，未来可能要在28年以后都要 N 加10都有可能，所以要有这样的信心跟企图心。可是也要避免回过头来看，盘点一下这样的人选是不是跟我们的理念价值相符，是不是有办法在地方组织做耕耘，有没有办法做好选民服务，而不应该是让 N 加一成为两人三角的游戏，反而不会让党突破现况，是不是会回头绊倒自己？这都是过去民众党在提名策略上面我们曾经有犯过的失误，所以这也要务必要小心。那我们就是做好最好的准备，然后也要要请党做最好的规划，可以吗？谢谢。现场国昌轩还有各位议员，还有我们内湖南港各位里长，还有各位乡亲、各位小草，大家早上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是陈又成的服务处乔迁之喜哦，我刚刚就讲说，就是那个小孩子哦，长大了要自立门户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24年，谢谢所有内湖南港的乡亲对珊珊的支持。我在这里顺利的连任了六届是一个很可怕的时间哦，1届4年，6届24年。我28岁进到市议会，然后49岁离开市议会，那就把服务处交给了又成。那个服务处呢，里面有我们20多年的记忆。后来发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，就是珊珊东西实在太多了，他实在没地方放，所以赶快找个地方搬家。就是小孩子要搬出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自己要独立门户，最重要的是他要建立接下来在内湖南港更深的根基。所以今天很谢谢大家来光临，我觉得我在这里得到了所有内湖南港乡亲常年的支持。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珊珊、对于又成、对于台湾民众党、对于柯文哲都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。刚刚记者问我说，接下去刚刚四位议员，我的任务，我跟国昌一样，我们现在都是不分区立委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地方议会增加席次，在我们的每一个议会党团都能够开花结果，让台湾民众党所有的支持者都能够找到他们支持的对象，让这个政党不断的茁壮，让所有参与也希望台湾社会改变的公民都能够有支持的对象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培养人才，让所有的现任的议员继续连任，让更多的相关希望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年轻人能够投入这个市场，让台湾才能真正的改变。所以珊珊在这边，我现在在立法院，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内湖南港区我现在就可以宣布哈，我们多了一个立法委员。以前不是蓝的就是绿的，现在还有白的立委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现场的里长，大家以后的中央的服务案件就不要客气了，都是老朋友，也谢谢大家常年来对黄珊珊、对陈六成哦不分党派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现场我知道很多那个国民党都为了我差点要被开除党籍的很多，但是谢谢你们从来没有分过颜色。那珊珊在等一下，因为要去看中医哦，所以我就要先赶场。但是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陈又成他有自己的服务处在这里扩大我们原来的基础，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支持的朋友们都能给他更多的指教，然后也希望我们在台北市议会能够开花结果，下一次的市议会从4个到6个到8个到10个，希望每一个区都能够除了成立议会党团之外，我希望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市我们继续开花结果，这样子珊珊下次才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大家说好了，支持陈又成，支持黄珊珊，所有的服务我们一把抓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黄小美哈。开心今天来到又成我自己好哥哥的服务处的头衔这个大日子，就是那又成在 KPTV 可能要设在自己的频道，我们在柯文哲自己的频道做得更好，就是创意空战这方面。头衔的这个服务处，上一个服务处是承载了20几年的回忆哦，那对内湖南港的市民朋友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今天这样做，帮忙会是没有的。又成不仅在服务上面很值得我们学习，
他们那个走到市场里面摆摊去做选民服务，真的不容易。那他教我更多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。这次我们一日北高陪着主席被媒体写成我们两个内斗，在此郑重澄清，并没有。好啊。这个电辅车没电不是他害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日子谢谢佑成，然后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问好，那也恭喜佑成，也恭喜彦宏南港的胜利，有未来佑成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扩大服务，那新北市有很多的选民服务，希望台北市议员的时候也是拜托佑成，所以感谢佑成，所以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祝活动一切顺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贵宾哦。今天来的贵宾实在太多了哦，没有办法一一称呼啊。还有各位在港务地区哦，长期支持黄珊珊跟陈佑成的朋友们哦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没事，我可以。黄珊珊跟陈佑成本来互助是在深光路，在那个地方已经超过20年了。不过因为最近黄总要收回去嘛，所以他们就找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幕。这样，陈佑成我每次都说他是最资深的新人。因为他从12岁就跟在黄珊珊旁边哦，听说是从在服务处写功课开始的，然后就一步哈、哦，累积了20年的经验，你知道，所以他选上议员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他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已经这个担任议员的职务已经20年以上了，是哈。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说他能够接棒那个黄珊珊哦，继续在港务地区为大家服务。那当然市政是这样的，一棒接一棒哦。那我也希望说，我们过去在市长任内一大堆建设，你知道，特别是东区门户计划，还有一大堆还没完成的哦，就拜托这个陈议员哦，继续追踪。那我也相信说哦，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的。其实议员做的工作非常杂，我今天在出门前还在跟陈佩琪讲说，哇，这议员的工作如果叫我去做，一定受不了，因为从这个车祸的保险的哈，到这个什么学校的。家长会，反正那个包罗万象哦。啊，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我还发现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他家门前的水沟通不通哦，这个马路上的垃圾哈、哦、有没有清干净，这种琐事你知道哈、哦。啊，其实这也是议员每天的工作了，所以就鼓励陈佑成哦继续努力。那他这个今天这个活动，你知道，说他送他什么，后来。哇，又不能买太贵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买太贵，又要有意义。啊，后来这个不是我选的，这是我们的助理选的。他就送他一盆小草，然后希望这个小草以后看种在哪里哦，旁边再给他加一点多一点的土哦，让他再一路长啊，一路长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哪一天看着变成这个森林了嘛？我不晓得这个，我一直给他看，他说这个是树木，我说真的吗？啊，一下长大变树木了，所以这个总算找到一个便宜，然后又非常有意义的礼物送给这个陈佑成，你知道哦，当作他的乔先之喜，好，谢谢他。这个收到礼物也真的是第一次啊。那我明天会跟管委会来申请，把它种在我们服务处门口。希望我下一次我们连任的时候，主席你再回来灌溉它。好，对哈，加油。好，谢谢主席，谢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
Thank you.